禀娘，谢过大人。吴才人，快快请起。大人，宫里来报，陛下忽然病倒。怎么回事？赶快备马，我要进宫。是。 昏迷当中，这怎么好好的就得了什么恶疾了？哎，太医出诊，一来是陛下亲征时所受的箭伤始终没有痊愈，二来和西域翻僧所献的一种名为常春丹的丹药有关，此物初服时会有神清气爽、精神焕发的奇效。 让人错以为回到了年轻时，其实是以透支服药者的寿元精气为代价。陛下，最近却一直在服用此药。王公公，长孙大人，诸位大人，陛下仍在昏睡之中。 不过，方才经过太医诊治，陛下的脉象趋于平稳，但是何时能醒来，尚未可知。诸位大人年事已高，你们要不都到御书房去等候吧。来来来，请。放下，你身子这么弱，还是回府去等吧。谢谢长孙大人的关心，回去我也睡不着，还是跟大家伙一起吧。陛下乃是真龙天子。 但愿能挨过此劫，陛下病困至此，我等竟束手无策，实在无能啊！有愧圣恩呐！文德，父皇，高阳，谁啊？高阳。 陛下醒了，诸位大人，诸位大人都快起来吧！快快快快，醒了！长孙大人，诸位大人，太医说陛下他没事了。哎呦，苍天保佑，苍天保佑！天佑我大唐啊！起来，快起来，都起来了，都起来了。我们去哪儿？陛下让我来请诸位大人都到甘露殿宣你等觐见，随咱家来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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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方向，方丞相，方向，方丞相，方向，哎呦，这方向。
朕自诩贤明，没想到老却兴了妄念，吃什么长春丹，有此一劫，实属活该。父皇，您身体刚好，其实不必急着去真武堂。躺久了得四处走走，再说众臣守了朕一整夜，起码得跟他们见一面。大家，大家都在真武堂候着呢吧？朕马上就去。方相，方相他刚刚在偏殿哄事了。哎，父皇，大家。更衣，朕要去见朕的房爱卿。快，快，快快！可是殿下要出行？正是，公主殿下要去探望陛下。属下恭送公主殿下。大家，启禀大家，高阳公主特来探望。让她进来吧。是，大家。媚娘，陛下，朕又见着你了。但愿朕这次晚点行。陛下，还记得吗？你曾在这儿问过媚娘，舍去这龙椅金冠，抛却那丰功伟绩，再去除李世民这三个字，还知不知道陛下是谁？朕问过。媚娘知道，陛下从15岁起就亲赴沙场，手刃强敌，陛下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痕，足足有23处。我亲眼看见陛下因为彭婆婆的离世而伤心流泪，因为唯一一次的不上早朝而欢欣雀跃。我知道陛下此生心里最痛的是玄武门下的兄弟之争，我知道陛下心里最放心不下的是江山社稷。启禀老爷，甘露殿柳公公传来消息，武媚娘今夜随高阳公主入宫，与陛下相会，还留宿于甘露殿。下去吧。是。方相，你可都听见了？武媚娘又去见陛下了。方相啊，在咱们24人当中，你和魏征是我最敬佩的。我曾经答应过你，
只要武媚娘不再见陛下，就让她活着留在防府。时至今日，我始终坚守我的承诺。可她呢？她竟敢私会陛下，她这是自寻死路。放下，倘若你泉下有知的话，怕也会支持我们的行动。高阳，高阳，我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。此番若无你相助，我断然不能与陛下有这一息相聚。我们是朋友，又是同病相怜，我不帮你帮谁啊？况且，这可能是我离开之前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你要走？去哪儿啊？房大人虽然骤然离世了，但是房家不一定会被迁出长安的。和房家无关。我明日清晨便要离开长安了，但不是和房以爱，是和卞姬。什么？你要跟卞姬私奔？走。其实，我很早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和卞姬一起离开。明日清晨，我们便会出发。本来是不想告诉你的，怕连累了你。可是我现在，实在是想找个人一起分享。这件事情，不是关乎你的现在，而是关乎你的余生。你到底认真想清楚了没有？其实一开始，我也以为和卞姬这段情，多半会像昙花一现，转瞬即逝，留下一些美好回忆就足以了。可是现在，我已经离不开他。若不赌这一次，我怕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。就算是没有一个好的结局，我也不会后悔。好，好一个莫问前程凶吉，但求落幕无悔。我现在啊，就只剩一个问题想要问你了。什么问题啊？你这么笨手笨脚的，这林心强的行囊你可收好了？可需要我帮你？武媚娘，原本我以为你只是破坏约定，不想你竟妄想唆使李义府这等寒门庶子在朝堂之上与我作对。与我作对即是与我大唐作对，如此我如何对得起大唐的创立者们？既然已是祸患，就必定要铲除。大人，武媚娘和高阳殿下匆匆离开了防府，殿下还收拾了包袱，似乎是要与那和尚走了。等高阳和卞姬离开长安，私奔之罪确凿时，再行动手。是。高阳啊，眼下唯有牺牲你和卞姬，才能置武媚娘于绝境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也是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，日后你莫要怪我。爱妃啊，你走得太突然了，连最后一面朕也未能见上，甚是遗憾。在你之前德妃走了，现在房相也走了，朕身边的人是一日少过一日啊。可儿，
当着你母亲，朕有话要对你说。这些年你受委屈了，可是有些事情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，这一点还望你能够体谅。父皇的顾虑儿臣明白，关乎到社稷传承的事，有很多东西需要兼顾和平衡的。儿臣也知道有很多事情并非父皇一个人可以决定，能有今日这样的结果，儿臣知足了。朕对不住你母亲，他这一生伴朕左右，行为举止克己恭谨，温柔贤良，可是直到死，朕连一个皇后的名号都不能给他。能得到父皇的真心相待，儿臣与母妃此生无憾。来，陪朕走走。父皇，儿臣还想和母妃说会儿话。母妃，刚才您听完父皇所言，不知心中作何感想？当日儿臣为啥轻举，并非是一时冲动之举，而是细细思量完之后决定的。只叹当时无法与母妃互诉心中所想，方才导致母妃含恨而去。母妃，您若是在天有灵，明白儿臣的心思，我相信您终究能够释怀的。下一个，走吧，没问题。下一个，走吧。下一个，你走，你。他来了以后还是要把这僧袍换上，要不然你们一僧一俗还是太显眼了。我知道，不过这都过了这么久了，他怎么还不来啊？哎，来了，你来了。看什么呀，走啊，好好保重，知道吗？将妖僧遍迹拿下，本宫看你们谁敢。父皇，父皇，父
而春与卞姬是真心相爱，求父皇成全我们。成全？如此败类，与佛不合，与法不容，怎么成全？你身为堂堂公主，不遵七纲，不守妇道，疯疯癫癫，行为放荡，又怎么成全？父皇，御史台的奏书自己看。父皇，我们父女之间的家事，总是有千错万错，也轮不到外人说道。我知道此事辱没了皇家的尊严与荣耀，惹父皇动气，是儿臣不孝。可是儿臣并不因此感到羞耻，人生苦短，何必为了别人眼中的面子尊严规矩礼仪束缚自己？儿臣只是想要追寻自己的幸福，难道这也有错吗？胡说，一派胡言，简直恬不知耻。纵然是恬不知耻，儿臣也算是爱己所爱，总好过其他姐妹被父皇拿来当作礼物。我是好一国君主，会嘉奖忠心大臣。儿臣知道自古以来的金枝玉叶大抵都是如此过了一生，可是这样逆来顺受的傀儡日子，纵然再高贵，儿臣也不要。高阳，在你心目中，朕就是这么一个不顾儿女死活、冷血无情的父皇吗？父皇，儿臣知道，身为天子，也并非从心所愿，反而时常有天大为难之处。是逢国力弱小，公主被拿去换疆域太平，权臣欢喜，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可是如今的大唐不是这样，您更是威震四海的天可汗。为何身为您的女儿，我不能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？人生在世，不就应当为情而活吗？就算是您，现在不也正饱受相思之苦吗？也许您可以为了李家天下江山社稷而放弃心中所爱，但高阳不能。父皇，求父皇饶了卞姬一条性命吧。父皇，你方才所言，朕认为有些道理。你可以离开那世间回去了，但是卞姬必须死，他身为佛门弟子，无法无天，朕要给房家一个公正的交代，若不然朝中所有大臣都会心寒，这就关系到了江山社稷，你明白吗？原来说了这么多不过是枉费唇舌。已经决定了吗？既然如此，你我父女恩情到今日恩断义绝。父皇若觉得我忤逆不孝，大可以赐我和卞姬一同往生。Thank you.
陛下。陛下，来人呐，陛下晕过去了，快传太医。你可一定得把陛下医好，有劳您了。好，谢太医，谢太医，怎么样了？回大人，陛下此番重重摔倒，龙首触地，着实伤得不轻啊。谢太医，全力以赴，让陛下的龙体早日康复。下官必定竭尽全力。不过大人。没什么不过，快去。是大人。行行，老臣褚遂良叩见陛下。平身，谢陛下。此次召你前来，朕是要安排自己身后之事的。伏击、李绩，还有你，即使贤相、良将和谏臣，你们便是朕亲自所选，留给智奴的辅政大臣。陛下，臣褚遂良啊，朕的时间不多了，不想用来听你一番客气自谦。朕想了许久许久，就是你们仨了，选你，因为你耿直。伏击太聪明，李绩太圆滑，他们均非归谏之人，归谏之奴之事就拜托你了。还有伏击是首辅大臣，位高权重，定会遭人嫉恨。你辅政之后要保护他，不能让挑拨离间之徒陷害他。若有人这么做，除掉他。臣遵旨。好了，选李绩见，你可以走了。卑职奉大理寺命令而来。来人，将公主所有的丫鬟和仆从全部集中起来，听候发落。是。尔等身为公主的丫鬟与仆从，罔顾国法伦常，知情不报，快走，任由公主犯下大错。走。如今淫僧遍及伏法，尔等休想置身事外。
见陛下。李继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老臣不知所犯何罪。你官已做到中书门下三品，可自北京一战后并无建树，身为三军统帅，练兵不勤，这城防军你也别带了，朕改任你为叠州都督，今夜起便启程离开长安。老臣遵旨。陛下，陛下，王德在。伏姬，臣在。是时候告别了，有些事朕得嘱托你。陛下，高阳，高阳，你不可再如此嚣张了。我姐姐已经派人传信给我，她需要我们的帮助。她需要我们做什么？她想见父皇最后一面。从此咱们就阴阳两隔了。陛下，朕会在那边等着你，可你别着急，等辅佐完智奴再过来跟朕相见。别着急啊，臣答应你，君让臣留，臣绝不离去。朕远征北境，身负重伤时，尚书右丞刘季曾言，朕即使驾崩，经国大事也无需担忧，只要有他辅佐太子即可。大臣若有谁不同意，可全部杀光。这种人目无天子，心无重臣，着实可恶。陛下，仅凭刘季此言便可诛杀，且
可儿子无罪。陛下，在太子登基之后，那吴王还留在长安吗？既然府吉对可儿如此不放心，那就让他远离长安，做个刺史。朕看安州便是个好去处。臣遵旨。好了，该交代的都交代了，咱君臣就此别过吧。陛下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臣还有一事要走。此番陛下的龙体前案，都是因为高阳公主一事所及，便即使复发了，可公主身旁那些侍女也罪无可恕。臣连命37名老臣上了一道奏疏，陛下请将高阳公主身边的所有侍女一律诛杀。伏击啊伏击，时至今日你还不肯放过他，你就忘了自己当初许下的诺言吗？陛下，您不是也违背了誓言见了武媚娘吗？好好，你伏击果然是好手段，朕的一举一动你居然了如指掌。陛下，陛下，臣对您的忠心天地日月可见，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大唐的社稷，李家的江山，臣绝无二心。叫武媚娘李氏江山坐稳，臣就到那边去见您，绝不让您孤独。陛下，就当老臣再求你一次，你说句话就准了这奏疏吧。陛下，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已经有朝臣依附于武媚娘了，如果她还活着留在宫中，等我们这些老臣一个一个的死去，智奴绝不是她的对手。